我总在思考，究竟什么才是主角？曾经羡慕那些闪耀的登场，但后来发现，那些在场下的暗自付出，才是成为主角的关键。 热爱，不放过任何一集。登上舞台，去挑战陌生的领域，发现主角从来都不只有一位，而是那些勇敢突破自己的每一位。享受舞台，更不曾忘记那个充满挑战的梦想，去实现自己的闪耀登场，更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主角时刻。 每一个不停向前的你，都是主角。每一个主角，都值得专属的焦点。全新荣耀70系列，美，焦点在我。